洪仔啊，不管你今嘛嘴话的，最好你赶快来路上。你为什么要阿舅？阿舅你到底是谁？你这假态度，我今嘛都唔知死活啦。只要阮妈无把我新闻讲出来，我就是不甲唯一的继承人。不错，够放屁！你个文社边啊，鬼鬼祟祟，我拢甲你计较，还是要怎样？你这亲门大户在骂人吗？文社娘好大，够放歪！你这，你是什么？你想要找人是阮妈的款的，啊，你想要实在啊？等你好起来啊，才会当抱你的金孙啊！你也好啊，口肯蒙子，可以家己愿意去抽筋来期待学姐。你把我找来辉煌生技实验室这边，就是为着要摕到我爸倒来的宝宝的期待值。咱即卖处境这么困难，这个宝宝是天空要送给咱的礼物。你姐在永久，我才不专心在对待你。我以前明明拢伫遮呢，感觉真要去迄白床的白人。小姐姐，你早知影不走，只有你藏起来，真叫我休息梦啊！不是阮爸，家是变阿钱啊！你还讲什么话通讲？阮爸之前一定有人藏你家，啊，不过谁来找我？迄台车是安怎？我感觉迄台车足奇怪，我想要过去看卖。啊，你清醒啊！紧急找伊人来接我。哦，我心肝头丢一下，感觉阮爸伫车内底。